这个无纺布的套丝瓜，丝瓜长胖了之后会贴着这个壁上，所以果实蝇还是会把它给叮到。现在我换这种了，换这种塑料的，一它厚叮不透，二丝瓜到时候采摘的时候可以保护它的表面不会被刮蹭坏，它表面一刮伤了之后就变黑了，也会影响品相，所以现在我换了，保险起见。看，给它套成这种了。这第一种，这个套苦瓜是可以的，这个套丝瓜。我买的是 8.5 厘米宽的，丝瓜太容易被叮了，跟苦瓜一样，这两个是必须要套袋的，而且苦瓜跟丝瓜单价也贵嘛，这个给套一下。像这种还不能保证它是不是已经做果成功了，我们可以拿一朵雄花给它碰一下，让它授粉成功，再给它包上，这样就会保险一些。如果像它这个的话，它两头是不是密闭的，是通的，所以有些昆虫的话，还有一些蚂蚁，它是能够爬得进去的。最好的话，人工授粉了之后再套。这个就是一朵雄花，把里面的花粉跟雌花的花粉碰一下，看不太清楚，上面其实是有花蕊的，把花瓣去掉，露出花蕊，花蕊上面有花粉，给它碰一下。跟上面的花珠碰一下，完了之后再给它包上。看，包好了，两头是通的，它长起来之后就会把这里面填满，鼓鼓的，而且也可以让它长得更直更标准。这个都有点套迟了，我白天来的时候看见已经被叮了，这塑料的袋子会更厚，叮不透。这是些果实蝇专用的黄板，已经粘了满了，粘了好多。那个杯子里面也有，杯子里面有，只是不多。哇，这个樟树港辣椒，那把你看往哪子？看那，哪个树？站得快一点的。这个脖子趴到坎肩高。辣椒。趴到坎肩高。这个辣椒产量低，就很多老品种都是这样的，产量不好。我要趴到坎肩高。哎，我苦瓜结了，苦瓜。好吧，刚摘的丝瓜，套袋后的丝瓜，今天是第一次出摊，边还有一点苦瓜，两个笋瓜，一点苦瓜，还有一点青西红柿。我要出摊。早上起来太早了，感觉眼睛都是肿的，又肿又胀。出摊了，出摊了，瓜的南瓜，南瓜叶，一点点黄瓜、苦瓜，这个黄色的是笋瓜，老爸还卖了点青色的西红柿、马齿苋、南瓜叶。早上老爸刚摘的，这袋子还没取呢，这个袋子没有透明的袋子好，它还是会贴到这个瓜的地方，还是会被叮到。所以我现在要换透明的袋子，这个无纺布的袋子可以包苦瓜。看，拆一下袋子。取下来这个袋子还能重复利用，这个虽然包了，贴到这的地方被叮了，叮了之后它会流液体出来的。包了一下之后还是好看多了，很漂亮。5块钱一斤。丝瓜这么贵啊？别的卖了5块钱。刚出来会贵一些。好嘞，谢谢。恭喜收买，明天也是你的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发财啊，满子。买了两根丝瓜啦，开张了。两个笋瓜，苦瓜第一次出摊喽。
买了一把马齿苋，这个就是被叮了的，我切开看了一下，看这个就坏了。它这个果蝇啊，不到一天，22个小时之后，好像就从卵里面孵出成幼虫了，几天时间就可以长成成虫，特别快。所以一旦发现之后，就把它剪掉，集中销毁掉。让它放在地里面的话，只会让它泛滥成灾，越来越多，所以要管一下。一个那南瓜，已经卖了三根了，卖了三根了。好，回去。那谢谢啊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又卖了一根嫩南瓜了，卖了5把南瓜叶，擦干净，又卖了3根丝瓜，还剩几根丝瓜？卖了2根丝瓜。收摊了，收摊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一点点青西红柿，还有3个嫩南瓜，几把马齿苋。现在已经快5点钟了，我回家了，还要去山上拉土豆。好，你来。嗯。老品种土豆。比较新鲜的，不要干我的。哎，又来童年街这里了。今天挖了100斤左右土豆，后来下雨了，就赶紧回来了。不然可以再挖个200斤。上次200斤已经没了，还欠了60-70斤。童年街开，100斤，20斤。蝌蚪，我这酱大的啥？蝌蚪，100斤啊？100斤。一百，你脑子开吗？我刚叫100分，好准确啊！106斤，这里106，土豆还是很牙碜的，这一大袋子，挖了一个早上。我现在也鼓捣了哦。这个土豆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们家最近每天都在吃土豆，大的小的。蒸啊，煮啊，炖啊，煎啊，炸啊，炒啊，都好吃。我们刚才烤了一个也很好吃。平时也可以把它当主食吃，真挺不错的。我们这个老品种土豆它就是这样，长得不会特别特别大，就这么大的也就这么一点点，那超大的就很少很少，普遍的就这么大一点，就这么大一点，普遍的。很小的一个像那土豆蛋也是很好吃，很香的。它可以直接炒着吃，来看一下。看，像大的也就这么大一点，就不会特别大。普遍的就是这么大小的，这么大小的。然后上次有给很多朋友们寄了一些，就这种小的，一个硬币大小的，还有这种是一个拇指大小的。这个蒸完之后，再给它。煎一煎，炸一炸，放点调料，搅拌搅拌，特别好吃，一口一个，当个小零食，特别香。这个老品种它就不如北方的那个土豆特别大，它就是产量低，但是非常香，非常好吃。因为产量低嘛，所以好多人都不种了，就放弃这种老品种了，一般就山里面、村里面的自家吃，然后种的这种好吃的品种。这品种不错，我们明年多种一点。很多品种好多都是产量不高哦，但是口感好吃。口感好吃，得口味啊。是的，这土豆回购率还是不错的。那就多到100斤。嘿嘿，估的好准啊我。一个人银行，钱都行了。这几年卖菜种菜，对重量也比较敏感了。如果不下雨的话，本来土豆是可以多挖一点的，下雨了，然后又着急给大家发货，所以今天只挖了100斤。